什么香味啊？我闻闻看哦。啊，我闻到了大自然的花香，还有空气的味道。啊，我说的是我的便当哎。啊，便当？对呀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动物园吗？而且要户外教学一整天，所以一定要带一个超级大的便当，这样才有力气玩啊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那香蕉哥哥，如果待会我肚子饿的话，哎呦，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请你还有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的。Yeah! 香蕉哥哥，你人好好哦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谢谢香蕉哥哥，谢谢香蕉哥哥。你们真的要吃哦？小意思，不客气不客气啦。太棒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动物园，听听看看有什么样子的小动物。Go! Let's go， 走喽！小黑熊跳出来，大大手掌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厉害。小猴子跳出来，红红屁股摆呀摆。来跟他比比谁高乖，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 熊爷，我爱吃蜂蜜小咪咪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虎符穿山甲，老鹰睡大汉云豹，黑熊猫熊无尾熊，欢迎大家来热闹，保护爱护你学会，动物朋友开玩笑。哇，好棒哦！耶、yeah ！没想到动物园里面有这么多的小动物哎。而且啊，动物园里面有很多稀奇的动物哦，我特别喜欢哎。Kiwi 姐姐，刚刚有好多动物，可是我都记不太起来哎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。那小朋友，你们刚刚有听到哪些动物啊？有听到哪些啊？有哪些？猴子、猴子、黑熊、长颈鹿、小朋友蛮厉害的，都有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动物哦。那我来出出动物题，考考大家，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动物小博士。没问题，那就请香蕉哥哥请出题。第一题，小黑熊大力士啊，有没有人要跟香蕉黑熊来比赛力气的？这么多，好，那就选白色上衣、黑白领带的小朋友。哇，好有力气啊！哦，你看一下哦。你的身高好像只有我的一半，那等一下，我一只手让你两只手，不要说，我们喊回去，一二三，
他越假装没喊，然后突然喊，吓我一跳。我好，就是准备好了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一起说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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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有力气啊！谢谢你哦！现在啊，我们要来比谁可以像小猴子一样可爱。好哦，好哦，千万不要输给我们，像这样。学小猴子很简单啊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。可爱，他们好像比我还可爱耶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最厉害的一关。熊猫功夫拳，阿扎，阿扎，阿扎，哎呦！换你们，小朋友，我们要更大声，预备，开始！阿扎，阿扎，阿扎！想不到连这个你们都学得会，好厉害呀！今天的小朋友全部都是厉害的动物小博士。那我们要请所有的动物小博士一起来跟动物当好朋友，一起学会爱护动物。走一走喽！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，say hello。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和动物变成好朋友。大家来做好朋友。今天我们认识了好多种的动物哦。对啊，所以所有的小朋友都要记得爱护动物，人人有责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那我们赶快来问问熊比，大家今天表现得棒不棒啊？耶、yeah, ，好棒棒回家！悠悠好宝宝拿到徽章。我最棒！恭喜今天的小朋友得到了好棒棒徽章。今天我们的认识动物课成功，大家站起来！耶，小朋友们一起起立庆祝了！出发！请踏步，走喽！踏步，这里，一起向前走，踏步，原地踏步。欢迎挥手！想学变成快乐大时光。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，哥哥姐姐，我们都是好同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甜甜蜜蜜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今天我们上了认识动物课，现在一起来变动物，一起变黑熊，黑熊。悠悠上学去，下课喽！耶！大猩猩，哦呦呦，我要变熊！我是柳丁哥哥。哇，下雨了，怎么办？
没关系，小朋友，现在赶快拿起我们的小雨伞，一起来跳这首《彩色雨伞花》。下淋的湿哒哒，哗啦啦，哗啦，只想赶快回家，快想想办法躲到屋檐下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大雨最爱说话。红绿灯眨呀眨，马路是黑压压，小车车来排队，亲亲爸爸爸。黄雨伞小娃娃，我多么羡慕他。街上开满了彩色雨伞花，H I J K L N O P， 听说今天的宝贝大明星呢，有一对我的好朋友要唱英文歌哦。那他们要唱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现在大家一起去听吧，走。你几岁？4岁。我也是岁。你也是岁，那你们知道我几岁吗？猜猜看我几岁吧。20。嗯，差不多。就是呢，讲话的时候会把麦克风放在他的嘴巴前面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是打情骂俏吗？很痒哎！这样子的会不会？这样子。我能不能跳掉？哎，你刚刚都一直跳掉，说谎，你刚整个十倍都在跳掉。大家，好小声，然后再一次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陈亚明。请问你们要表演的是？我没有的，给我。很好，正式表演，拍拍手。看谁最大声哦，加油喽！ Flammer fish swimming in the pool, first one said the pool is pool, second one said the pool is this, third one said I want to sleep, fourth one said I buy and dip, fifth one said I buy and shoot, fisherman for come back, splash away or five little fish dash.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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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什么？你有金牙。我哪里有金牙？我没有啊，我的牙齿都是白的啊。我看到了。哪有？你看哪里？这里。哪里？没有啊，我看你有没有。哎、欸，你的都是白的哎、欸，那你有没有？没有。我哪里有金牙？我没有，我没有金牙。我看。什么？他刚才又说到边，他现在又说到边，你看他。哎、欸，你是在？不要，你不要。他很爱亲我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你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很爱亲你？我知道他很爱我。他很爱你？怎么会？谁告诉你的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哦？那谁告诉你你很他？你很爱他吗？你很爱他？为什么？偷偷告诉我，因为我很喜欢他。因为你很喜欢他，他为什么喜欢他？我没有说出来，他没有听到啊，他没有。你有听到吗？你看吧，他没有听到。好了，会帮你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的，只是等到播出的时候，全国观众都会知道这个秘密。那我们最后一起跟大家说，宝贝大明星，然后一起说成功。哦，喂，不是。那是铁块啊！他说：“宝贝大明星，不是我。”然后那我们这样子，宝贝大明星，喂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捏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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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堆圆圆，捏一些方方，变一辆小车吧，爸爸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堆耳朵，捏一个嘴巴，变一个瓶子来插花。沙发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个爸爸，捏一个妈妈，捏一个弟弟，我爱他。捏他的鼻子，捏他的脸颊，捏的弟弟笑哈哈。捏一捏爸爸，捏一捏妈妈，捏被按摩，超幸福的啦。草莓姐姐，我刚刚在练习用英文写信给住在美国的表姐哦。哇，很厉害，用英文写信哎！我还写了好几封信给姑姑、姑丈、表哥和表弟。哦，你很用心哎，看来一定花了你很多时间，可以借我看吗？嗯，好啊，你帮我看看。
Hello, how are you? See you next time, Yo Yo Man. 写得很好哎，下一封。Hello, how are you? See you next time. 怎么每一封都一样啊？Hello, how are you?今天要学习的是跟写信有关的单字 ，letter， 信 ，letter， 信 ，stamp， 邮票 ，stamp， 邮票 ，postman， 邮差 ，postman， 邮差。寄出去了，相信他们很快就可以收到你的信了。以后我要多学一些英文，这样就可以常常写信给表姐了。没错，下次可以写不一样的内容，他们一定很开心。悠悠Man的魔法 AB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Kiwi, 充满活力，舞动身体，超级 happy。Kiwi, Kiwi, Kiwi, 藏着魔力，给你活力，真是神奇。Amazing, 开花就一个微笑。Amazing, 摆动着 happy body。没关系，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唱唱跳跳玩猜谜。